G6. OK, first try. Front tail 200G. 在日本的市区，大部分地方都是禁止滑板的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路边有许多的大理石平台或者是一些滑板，那上面都会设置一些 skate stop， 就是禁止让你玩滑板。所以有来日本玩滑板的朋友，请你们注意一下，在市区玩滑板可能要多注意一下，避免你们进了警察局。我们今天根据了日本的朋友给我们可靠消息，来到一个地方叫中野岛公园，然后这边刚好是一个河边，然后有非常棒的景观，然后刚好它桥边有一些可以滑板的地方。对，然后我们遇到这边的 skate， yeah， 那我们今天下午就在现在这边拍一些动作吧。